这个是有一个磁场的，就旁边那个人在看你，你肯定是知道他在看你。当然知道，因为有余光啊，嗯。然后他故意不看，对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哎，你叫我给你配心理，我给你配 OS 吗？心理 OS。静姐，你快点、他在看我吗？他在看我吗？哇，看过来了，那我不能看他。我的天呀，这个礼物一定是给我准备的。我刚刚猜到了他的礼物，太棒了！这种感觉就是，你再表达，多表达一点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，绝对是。不信你再给两集机会，你往下看。再两集结束了哈。